励某某人，还是你们来找我的，我都会鼓励你们。不要等，两样东姑，跟他去拍，雷力要上，因为机会是留给你哦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听不到？我准备好。下一个字我们一起讲，总裁，我准备好了。雷力 ，one two three， 总裁。也许世界就这样。当你的家人，当你的朋友，你的同行的人，甚至你周围的人，你同事，我们见证多一次，每一次经历风暴，每一次经历很需要我们做得更加好，更防备，你认同吗？认同。您有一点新的顾客，让新的顾客感受我们能熟悉我们的手法，然后去给他们带他们的皮肤出现的问题，然后让他们在这边继续治疗，他会看到有什么效果。我们的 EM 粉丝，新的顾客和旧的顾客已经有来过配套的，我们都是同一个代产品。顾客想听好的产品，他的皮肤真的会变好，关键是会出去五月份的天气都能打产品。因为老实说，他的生命是很好，顾客是喜欢他，你们也可以的。他刚才讲到一个重点了，顾客来到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，哎，他会觉得，哎，我的医美师是 top service， 当然 top service 要轮流，其实要换人更好，不然的话，有人会很骄傲。拿这样一个好成绩，所以一定要学习一下。来，可惜你是讲过了，做对不对？做对不对了？做对不对？不要想太多，做对答案。谢谢我们配合出门台，然后让顾客每个都想要买的都做好。一个顾客拿进来，我的目标就在当场上。看书，看书就对了，不行。每一个都在一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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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因为当好人不能否认人的，当好人一个一个不走，所以一个顾客其实可以做蛮多东西的，只是看你的自己要怎么样去观察，认真观察，然后想他的需要，就这样。好吧，谢谢。